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看《感应篇》第22句，今故续卦，敬老怀忧，这8个字。这8个字是叫我们行人尽忠啊，推己及人呐。现在讲的是社会福利事业，孤寡。都是说的人间最不幸的遭遇啊，男子太太死了，这称孤啊；女子丈夫死了，称寡。失去了伴侣，尤其是年岁大了，老人，这个是人生不能够避免的，必定会遭遇到的。只有少数人，一生生活幸福美满，过去生中修得好啊，鳏寡孤独啊，在这个世间是太多太多了。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区国家奖励宗教界的人士啊，以慈悲爱心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。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也看到，几乎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养老院啊，都办孤儿院，收容社会上这一些不幸之人。去年除夕，我们欢欢喜喜地过年，我们想到社会上这些不幸的人，所以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过年，度一个温馨的除夕。我们邀请各个宗教他们办的这些老人院跟孤儿院，全体的人士，除了有病的不能来，或者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来的，我们将礼物派专人送给他们，能够来参加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啊。去年温馨晚会我们请的这些客人3800人，李默元居士想得很周到，每一个老人，每一个孤儿，我们发一个正式的请帖，
这个事情好像是小事情，意义很大了。我们想想，住在孤儿院里孤儿，住在养老院的老人，恐怕一年呢，从来也没有人去请过他了，正式去请他吃饭没有过。所以这一份请帖给他了，是无限的温暖的。是他一生当中美好的一个纪念。所以我们请帖不是发给发一张啊给的团体，不是的，每一个人都发。这是爱心呐！我们每一个养老院，每一个孤儿院，我们送了很多的礼物，日常生活必需品，供养大众，每一个团体，我们也都捐助一笔款项。送给他们，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照顾。所以有人来问我，他说法师，为什么把佛教信徒捐献的这供养你拿去送给别的宗教？说这些话的人，有这些观念的人，心量太小了，不是佛弟子。佛不是这样的，佛是一视同仁的，也不是菩萨祖师的弟子。像菩萨祖师教我们念感应篇呢，叫我们学应之文呐，那这不是别的宗教外教的吗？可见的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完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仁呐。哪有这种分别呢？可见的我们心量太小，我们学佛没有成就，念佛不能得一心，别说一心得不到了，功夫成片都得不到。参禅不能入定，学教不能够圆融会通，学密不能相应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分别执着太重了，我们用心用错了，还是用轮回心呢？用轮回心学佛法，佛法也变成轮回法了。境随心转吗？佛法也是境界吗？看你是什么心呢？所以我们自己错了啊！大道理跟他讲，他听不懂啊。我就给他讲一点浅显的道理。社会上这些老幼孤寡，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照顾？要照顾。我们要不要办养老院跟孤儿院？要啊。
要为什么没去办呢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我们条件还不够啊。那么别人办的跟我们自己办的有什么两样呢？这一点我们要懂得，别人办的就是我们办的吧。我们送钱，送一些这个食物、日常生活用品，不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呢？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他们办的就是我们办，自他不二。佛法里面甚至于讲到生佛不二，众生跟诸佛不二。我们今天坏就坏在分别之处，分别执着使我们堕落在六道，沉沦在三途。生生世世也曾经遇到佛法，也曾经种一点善根，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出离六道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分别执着太重，心量太小，起心动念都为自己，自私自利。什么都是为自己，为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团体、自己的宗教，就坏了。这个念头是虚妄不实啊。佛教给我们用真心、用诚意，诚是什么意思？前清曾国藩先生讲得好，他写在读书笔记里面，一念不生是为尘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起心动念就不成了，要一念不生那才是真诚。真诚起作用，儒家讲的正心，佛法里面讲的深心大悲心。所以深心大悲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忠，忠孝的忠啊。那是真诚的落实，真诚的启用。忠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一丝毫偏斜，
有一念自私，你的心偏了，你的心邪了。念念为一切众生想，没有一丝毫为自己想，这个心叫中心。尽忠报国，那是什么心？念念为国家想，念念为人民想，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想，叫尽忠报国。齐心动念，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，那是轮回心造轮回业。怎么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？我们要学佛，要学菩萨，从哪里学起？自己要清楚，要明了啊。所以这八个字意思好啊，让我们常常想到这个世间还有许多很可怜的人，迫切需要照顾的人，所以我们看到老人院、退休的老人，新加坡社会上常讲的落年人士、孤儿、从事这些社会福利工作的人，我们倍加尊敬啊。我们礼敬赞叹啊，他们将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真正落实，真正在做。我们应当随缘随分，尽心尽力的来协助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怎么可以有分别有执着呢？社会才能得到安稳呐，世界才有和平。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无为布施，唯有无为布施，果报是健康长寿。佛给我们讲的八苦，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五阴之身的，这八种苦实际上都可以避免的。都可以把它转过来的。聪明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他懂得。
果必有因啊。种善因一定得善果。我们起心动念都为自己，所以造作的是不善的因，才有这八种苦啊。如果能够念念为社会，念念为众生，这个八种苦难自然就消除了。离苦得乐是一句真实话了，绝不是空话，端在个人觉悟，真正回头，认真努力地去做。这两句话意思很广泛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明天继续给诸位做报告。好，今天讲到这儿。